拜三到礼拜天都有节目演出，所以明天一样晚上8点在铁花有表演。如果好奇的人呢，等下可以去票口看我们的节目表。哇，真的是一个乐团呢，那给他们一点时间准备哦。紧接着带来我们的第一首歌曲，叫做《晴天雨天》。好，《晴天雨天》呢，它是糖猫的作品。那其实这一首歌呢，也是要鼓励，不管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开心的事情，或是难过的事情，我们都可以学习拥抱这些情绪，因为这个正是我们正在活着的证明啊！现在鼓啊！好。今天是一个课程，没有人听得到你讲话。老师，疗愈课程，好。什么才是你想要的？生活真的太多不如意，不如转个念头来舍得。就算眼前的阶段太苦闷，雨过天晴是规则。什么时候雨才散去？散去？什么时候人才会清醒？清醒？就看开一点，看开一点，品尝这一切。世界不完美，勇敢去面对。晴天雨天，哪里才是艳阳天？走在大街，感受这一切。未来的日子不管多远，你比谁都还了解。喜怒哀乐无所谓，如何忘掉慢慢的愚昧，如何保有从前的单纯，请环顾自己身边每个人，什么才是你独有的？生活真的没法去猜测，而不如别让自己先调整。
走音啊，我也要去拥抱这些。我们刚刚唱完了吗？刚刚插嘴。我们刚唱完了，对的，谢谢大家。我们是我爱乐团。好啦，第二首。哎，哇，太快了，变第三首了。好，第二首呢，是我们自己的自创曲，叫做《谢谢你》。那这一首歌呢，其实就是在讲我们自己的故事。你们知道吗？其实感谢的力量真的很强大。有时候如果你只是跟旁边的人说一声谢谢，哎，你会有什么感觉？害羞哦，害羞，你应该要说不客气吧？哦，好，我说他怎么没有啦？嗨，有没有？那就是想谢谢，他没有麦克风啊，好，没有关系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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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带来我们第二首，谢谢你。
最后一首歌曲，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会比较嗨啦，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那个拍手啊，或是站起来摇摆也是可以，因为这首歌就叫做《快乐摇摆》。那我们会加一点我们的特色进去，就听就知道了。Yeah。
拜。